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《时长聚焦》。看，今天节目集中在奥运会了，呃，因为是刚才我才看到有八十七公斤级的比赛，这个举重比赛，我就想起了这个新西兰人，因为报道当中没有，我没有看到，我在推特上查也没有查到，结果现在我们看到，感情他输了，他参加了比赛，他输了，呃，输的输的比较简单啊，输的比较简单。 另外一个输输球的呢，就是美国队，在四分之一的在二分之一的决赛中，就是在这个就是就是这个二分之一的决赛中呢，零比一输给了加拿大人。那这个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，因为从因为加拿大女子足球见着美国队就犯怂啊，见着美国队犯怂，所以他输了。 今天整个加拿大呢，你你听的新闻，都是讲终于赢了美国队。那而加拿大要跟谁踢呢？要跟这个、呃，瑞典踢。那瑞典是赢了澳大利亚，在点球的中可能赢了澳大利亚。那瑞典在小组赛的时候是赢了美国队三比零，结果在进入即将进入决赛的时候。 加拿大加拿大队又把这个美国队干了一个一比零，呃，那这你让我说，我就说隐喻了，就这两件事情的隐喻，代表着含义，啊、呃，代表着在人世中，就是在我们现实环境中正的,正的相对正的力量，在走向强盛，啊，走向强盛。我坚持跟大家解释，从七月一号习近平上上了天安门城楼之后。 宣布共产党一百年的生日第一天诞生之后，他们会死在这一年里头，完全崩溃。人类社会在经经历着人类文化自有文字以来，人类文化从未经历过的大进化。